第二十六题，假设永伦刹车时是做等加速度运动，在不考虑其他因素下，从他踩刹车到车子完全停止，车子至少前进了多少公尺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画的，就是 VT 图。那 VT 图直线求加速度、面积和位移。踩刹车的时候，我们的速度呢是每秒20公尺。那么我们花了2秒钟呢停下来，速度变成0。那么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呢就是我们的位移。三角形的面积的方法是底乘以高除以2。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走了20公尺。第26题问我们说，从他踩刹车到车子完全停止，车子至少前进了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20。